超载了吧？这要是被抓到的话，要扣不少分吧？扣分，那得有驾照才能扣载。是吧？没驾照也敢开车啊？没事，酒壮怂人胆，中午喝了一斤二锅头，没问题，怕什么噻？师傅，你为什么不去考一张驾照？2000多度的近视眼，右腿还是假肢，你叫我怎么开车？师傅，你停车，我要下车了。下什么车呀？刹车都坏了，大家抓得紧的，下车不稳了。美团不会，美团不会逆着走，安全第一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